模仿选手最好的一个状态，让他们先提前做一个适应。那相信他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更从容的去面对实战到场球。那像这一位呢，是所谓 Jamie Barry 啊，这是我们在巴拿马的有预估说会是对付中华队的一个先发的投手。